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双胞胎。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？看了应该知道，我们在第一期讲了这样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，有人发弹幕指出左边的那个脸更大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第一期就吐槽了这件事情。因为当时我就想，只要我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就不会有人再说我脸大了。现在第一期播了，所有弹幕都在说，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私信，你们俩好像啊，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照放大镜啊？还有这样的，你们俩好像啊，脸大的那个要是想躲在另一个后面会不会看起来像玉环石啊？玉环石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。我就发现好像女生现在特别容易有这种身材焦虑，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减肥就是励志，胖就是堕落，身材不好还有点不道德了。那要是别人问怎么区分我们俩，我就说你仔细看，我的脸比他更堕落一点。而且现在大家对瘦的追求真的越来越疯狂了。女生应该知道啊，今年有一个品牌的风格特别火，叫 BM 风，就是那种短上衣超短裙。这家网红店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家衣服只有小码，这算什么特色？这不就断码了吗？我们真的去逛了那家网红店，在他们家排了一个小时的队，一直在担心会不会穿上不好看，结果发现穿不上。然后我就硬穿，就腰那里就特别勒，但至少它还能穿进去。我都穿不进去，不是腰穿不进去，是头穿不进去。我觉得这家店穿不上的你就不要让进了嘛，你的门就不能重新设计一下吗？你就把门换成一张只有 BM 女孩能钻的高压电网，网眼也是小码的，让我们这些 PT 女孩普通女孩长长记性。但是还有很多普通女孩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，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被这样教育的。比如我妈跟我们讲灰姑娘的故事，谁能穿上水晶鞋谁就是公主，大姐穿穿不进去，二姐穿穿不进去，只有灰姑娘脚小能穿进去。我妈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漂亮衣服就是小码的。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，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。灰姑娘说，哎，你那点钱我还不如去投资做大码女装呢。现在只要你上网，就有无数次机会觉得自己胖。最近我们看到两条女团的热搜，第一条是乘风破浪的姐姐金莎带秤吃饭。金莎吃饭的时候直接掏出一个秤称她那盘小沙拉，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那是一盘沙拉，我还以为是一碟榨菜。另外一条是创造营的热搜，他们让一群女孩比谁腰细，搞了两排栏杆，中间的缝越来越小，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。我就想，练出这么细的腰是有什么用？难道是要成团以后一起组队去地铁里逃票吗？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通过了那些栏杆，是一个腰宽18.5厘米的小女孩。我当时就想，他们选出一个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是要干嘛？是要献给金莎吃吗？最过分的就是还有什么身材挑战，什么反手摸肚脐，锁骨放硬币。我的锁骨上为什么要能放硬币？是有什么好处吗？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，如果我讲得好，你们会往我锁骨上扔硬币吗？哎呦呦，是为什么你也有用，只有老板有用，对不对？轻轻的稳了。讲着讲着，你们一扔，我们就用锁骨一接，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。我们俩要是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，那我挣的肯定没他多。看着我们，你们都会说扔这个，这个大。谢谢大家。